嘿，春天来喽，准备好一起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咱们的目的地稻城亚丁，那里不仅有绝美的风景，还有让人嗨翻的体验。咱们从成都出发，翻过折多山，直接奔向鱼子溪，那里的日落简直是美得让人窒息。第二天，在天路十八弯上驰骋，抵达理塘，打卡此生必驾公路路标。第三天，用整整一天时间游览稻城亚丁长线，这里的风景简直就是大自然的调色板，雪山、草原、湖泊全都给你安排上，别忘了多拍几张照片，否则回来会后悔的哦。然后咱们转战稻城亚丁短线，先去看看那传说中的珍珠海，像个明珠镶嵌在群山之间，再去冲谷草甸撒个欢，感受那草原的辽阔与自由。最后一天，去墨石公园逛逛，这里的地貌简直就像是外星搬来的。然后再去红海子看看，那里的湖水清澈见底，美得让人不想走。最后咱们带着满满的回忆回到成都，结束这次快乐的旅程。